远，碧云呀，天下蒙神问，茅场孤身上回向祭祖，还有小姐，你哪里是想回向祭祖啥、嗯、还不是想回向与李公子拜堂成亲呢？哎，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李龙在阎魔，是阎魔。刘大人，阿姨，莫不是要你回去与他家五公子拜堂成亲呢？哦，这倒要小心了啊！快快有请。哎，有请，有请。老大人啊，状元公，老大人驾到位。原因皇王失罪，状元公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哟。岂敢岂敢啊，老大人请。老大人请坐。有座，请。
请用茶。老大人，你因何发笑啊？庄严公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日阔场之中粗度风采，你披帽不凡，是与众不同，老夫我大吃一惊，今日仔细看来，果然是茅塞庞安呐！大人，取笑了。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大人过奖了。莫怪万岁龙心大喜，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、老大人，庄严公，你的大喜来了啊！又有什么大喜呀、状元公啊！栽培学生我实是感激不尽，只是这婚姻之事怎样？学生我就实难从命了。确实为何？哎呀，老大人呢，我们家庄园公他的房子老大人，我来试过什么？有了妻室的人了。怎么有了妻室了？是啊，有了妻室了。老大人，你看这就不对了。那日万岁在群里宴上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，这如今怎么又有了妻室了呢？庄云公，你就不要借故推脱了，你答应了这门亲事。不，老夫我也好讨杯喜酒喝喝啊。哎呦，老大人呢，我们家庄园公她是个女的嘛。休得胡说。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死不得死不得的。庄园公，你不念老夫我做法之情，你该知道这乃是生命难为哦。生命，对呀，生命。哎呀，老大人，
哎，是万万死不得。庄云公，死不得。哎，庄云公，死不得。哎，庄，哎呦，死不得的。李兆廷，停止。万岁有旨，你新科状元李兆廷即刻进宫成婚，不得有误。庄云公，这可是圣命难违呀。我要告辞了。哎，我要告辞了。请讲。请问大人是何时离开元郡的？本院自幼离家，距今算来已有八年了。请讲。请问大人，湖北有位冯顺庆老先生，大人。你可认识？认识。那冯老先生之女，冯草镇。那冯老先生之子，冯少义。你，哎呀，兄长，你是？哎呀，怎么连小妹素贞你都认不出来吗？你是素贞？是我呢。哎，姐妹，你不在闺中辞旧，女扮男装来到京城，你可知冒名隐士有欺君之罪？我看你是怎忍得了我？我，秀。长啊！谁知你离家赶
誓死不悔，把命改，怎知小妹你找我来？既不为人世太坏，害我李郎遭祸灾，今日怎讲？万岁要召我新科状元做驸马呢、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？也是呀。哎呀呀呀，小妹、这场祸你就闯大了。哎呀，兄长，你快替我想个主意吧。我，哎，与兄身为八府巡按，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，只是你这一死嘛，实在叫我无法可想。你，哎呀，兄长！哎，兄长，小美倒有一计。哦，有何妙计？快快讲来。兄长相貌与我想想，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。我贤妹，两个离朝廷就闯下了滔天大祸，再来这第三个离朝廷，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。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女驸马是做定了。兄长啊，所以这次小妹值得进宫，倘有不测，望求兄长就是我那苦命的李即可穿戴进宫，不得有误。谢万岁。来，有，请状元公更衣。是，请状元公更衣。
请公子驸马安歇了吧。哦，你们伺候公子先睡吧，你们下去。Thank you.
谢光环。还要填写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待本宫扶你回房歇息去吧。驸马，日后饮酒要小心了。是。
罪，你有何罪？为难伺候公主安睡，岂不是有罪吗？公主，请坐。我来问你，你家中还有神的养人？老母在一堂，可有亲戚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，总有亲戚，说得清楚明白，我也不讲罪于你。我哪里有什么亲戚哟？既无亲戚，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？死亦至此，我就对你是说了吧，讲。
黄三姐手寒腰一十八载，刘翠萍苦斗了一世楼春，还有七言朝银台女，生生死死爱两生，这都是父母嫌贫爱富贵，女儿不忘恩爱情，我虽比不得前朝贤良，你舅父我不顾私分，公主也是闺中女，难道你不念素贞？舅父一片心，一心舅父我敬佩，老夫甘心落外我终身，你终身才是我，是哪个？当今万岁你夫妻是君王传圣旨，不是刘大人做媒人，素贞纵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，真情实话对你讲，望求公主息私分，无聊公主贼该死，念我舅父一片心，公主让我夫妻命不成亡，你的人你撒下甘楼战虎爷先得放你天下问，倘若公主不肯饶，不到今天贼心如此，素贞心无怨，你就放出夫君，只要我父内有酒能做自酒泉呐，也甘心。听他言来有道理，但是叫我无助长，我若不将你来杀，花絮带岂不是他
王家召他为驸马，吹吹打打。吹吹打打，送入在斗房中，公爵终身陪嫁哦，万岁。真呢？是啊，那冯素贞呢？冯素贞，万岁念他十亿银余，饶他不死，将他幽禁终身。这样一来，新科状元仍然是李兆廷。万岁，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。刘钦，你这个主意倒还不错，快传旨与姑爸来。遵旨。慢来，父王，像那冯素贞九死一生，为的是夫妻团圆，如今将他们活活扯散，与信祸人。再说李兆廷，他来是有夫之妇，父王死不得。哎呀，死不得的。万岁，都是你这个刘大人听我出的好主意，好妙计，你呀好良心哦。是啊，你怎么就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呢？万岁，老臣愚昧，老臣愚昧。下次你少开口。是是。父王，儿臣倒有一个好主意。哦，皇儿，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啊？父王，像那冯素贞来世一婕妤女子，父王何不收她为义女，再翻斥李兆廷，顶她的状元之名？这样一来，父王你又多了个女儿，驸马仍然是李兆廷。那皇儿你的终身呢？儿的终身凭父王做主。怎么，你是要姑妈收她做义女？这是两全其美之计。这是从何说起哟？哎呀，父王！哦，好好好好，就依皇儿。谢父王。将冯素贞带进宫来。哎，父王，你既收她为义女，何不赐她穿戴进宫？啊、哦，好好好。命冯素贞穿戴进宫。是，万岁有旨，命冯素贞穿戴进宫。令旨。冯素贞，是姑念你舅父一片真心，免去你的死罪，并封你为结义公主，与皇儿结为姊妹。快快谢恩，谢父王，请起。啊，父王，儿臣有本，起走。你且走来。启奏父王，李兆廷现在向阳监中请旨发落。那时在创旨下去，湖北襄阳冯顺清嫌贫爱富，无良为盗，发疯一年，一事惩处，并命冯顺清亲自将李兆廷送进京来，不得有误。林志启奏万岁，把服刑的冯一鸣闯进宫来了。啊，父王，他乃是儿臣的兄长。哦，臣冯一鸣罪该万死。你身犯何罪？臣妹冯素贞女扮男装，欺君犯上，臣妹有罪，罪在微臣，万万岁赎罪。
恕你无罪，谢万岁。兄长，小美你，兄长不必惊慌，多亏公侄相救，万岁已是小美无罪了。谢万岁不沾小美之恩，平身谢万岁。兄长快去谢过公侄。多谢公侄千岁。平身。乾坤的状元，眉清目秀，眉如毛，满腹经纶，是文采高啊，天下之子我见多少。公主未成年，我便把美宝燕子上不曾把驸马来找啊。啊万岁你可还记得？孤王倒还记得。万岁冯氏兄妹文采出众，相貌惊人，这真是我主的鸿福啊。看他兄妹二人的长相倒也有些相似。万岁臣闻冯一鸣尚未娶亲，万岁何不将他召为东闯驸马，这样一来更显得我主的恩德无量，又承传了公主的婚姻。万岁这杯喜酒老臣我是喝定了啊。哎皇儿你说呢？不愿意。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。哎刘青，这一次你可不要再给孤王我招来一个女驸马了哟。万岁这一次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。冯一鸣停止。臣在。孤王召你为东川驸马，等李昭廷进京同行大礼。谢之隆恩。